今日嘅 ET 個股推介咧就係銀河娛樂27號。咁經濟日報嘅投資業話，早揀選原因係中港澳疫情改善啦。豪賭股預料可以受惠11黃金週，股份睇好銀娛。咁就呢個受惠於博彩收益大增啦，銀娛上半年嘅業績係轉虧為盈，盈利錄得9億5千萬。全年嚟講，根據彭博綜合預測，銀娛今年嘅盈利預料係24億，按年轉虧為盈。2022年盈利進一步增加，去到98億，按年大幅上升3.18倍。走勢上，銀娛早前跟隨大市調整啦，呈現小箱底形態，近日突破中期下降軌，走勢轉強噶。投資者咧可以喺52蚊附近收集，目標先睇63蚊啦，失守48蚊就減持嘅。